是了之这样子的意思啊。那名色，再给同学介绍名色的定义啊。名色哈、啊，概括一切精神跟物质的总称。名指心的方面，色指物的方面。那如果说以过去结构、现在跟未来，名色如果以分位来讲，名色就是属投胎之后处胎中，然后六根还没有完成发展，还没有完成发展的那种胚胎的状态，那个叫名色。这是经典里面的解释。那六入呢？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。那六根为内之六入，就是里面啊，你外境要进来的里面的东西。那外六境，六境就是外的世界的这些相状，这些是外六入啊。你在外面，然后靠这些境才能进入。那这个六入现在讲的就是六根啊，六根基础上，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才能够产生。接收的这个器具，就接收的工具啊，这个是六入的解释。